觉得我们到了本季绿水青山看中国的赛点了，请两位听题。它位于云贵高原西部与横断山脉南端的交汇处，主要保护对象为高原淡水湖泊、湿地生态系统、高山植被及冰川遗迹，还有裂腹鱼等特殊鱼类区系，不没千秋画，无弦万古琴。这是一幅山水相依的自然画卷，请在地图上圈出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开始。叶童强盗。两位都是放下光圈转身离开。那么叶童，请告诉我，这是哪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？大理苍山洱海。大理苍山洱海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叶童所标的这个范围是否是准确的地理区域。正确，加一分。哇！输赢不重要，这题不能错。我在云南生活了11年，这题错了没脸回去了。你在那儿生活了11年，对，所以对这个地方太熟。对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要讲一下啊，苍山洱海我们都知道，去过，我也去过很多次，太美了，真是啊。这个，云南有幅长联，号称天下第一联，大观楼长联，对吧？里头有个汉席楼船的这个典故。我去过几次啊，后来去到那个湾桥镇，好像是，古生村，对吧？前两年习总书记去，而且在那个洱海边，还拍了照片，说立此存照。要过几年回来再看，希望这边的湿地保护和洱海水更清，对吧？天更蓝。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，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旅游的经验，就是叫立此存照，然后过几年我还回来再看。我去旅游我就非常喜欢这样，去一个地方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一看。为什么呢？山川岁月啊，它是一种变迁的一种印证。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行者在向前走，生命本身就是行者，哪怕一棵树立在那儿都是一个行者，因为它经历春夏秋冬。所以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啊，你才能彻底明白那种叫做苍山不没千秋画，洱海无弦万古琴。